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姚威小比特。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2022年的12月31号，礼拜六的晚上呢11点钟。我本来呢就是吃了晚餐之后呢，我就睡觉。那我为什么要这么早睡？睡2个小时、3个小时，然后呢，差不多呢就是1点钟，就是我们凌晨呢，就是新年了嘛。洛杉矶的美国这边的新年啊，那么我们国内呢已经是新年了哈。那现在国内的时间呢就是新年的下午呢2点钟。但我们洛杉矶这边哈，美国这边来说呢，哎，现在还有1个小时就是新年了哈。所以我本来呢今天晚上呢没有要更新视频的，就是没有这个准备要更新视频。那么突然之间，哎，我在床上想，哎呀，今天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怎么不可以更，怎么不能不更新视频呢？所以我立刻呢就是起床之后呢，我看了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钟，哎，来得及。那么跟大家呢聊聊天，然后呢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2022年呢已经差不多打上了句号。2022年真的很不舍得，因为一年一年很快的过了嘛。那我想起今年2022年的那个1月份的时候，也是，哎呦，新年了，2022年了。啊，要农历新年了，啊，想不到呢，一下子这么快，就到了年底，就是这个时间。那么现在，啊，又跟上一年一样，就是，啊，新年了，2022年了。那么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口号，就是，2023年到了，新年了啊。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呢，就是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还有呢，就是国内的朋友呢，就是哎，看我们海外这些华人的生活的，那么也想移民的，那么也是祝福大家呢，就是心想事成哦。啊，那我也知道很多海内的就是大陆那边的啊，很关心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怎么生活啊，怎么就是有一个借鉴的作用啊，就是看怎么样啊，以后啊有机会到海外的时候就可以呢，就是怎么的租房子啊，怎么工作之类东西啊。哎，那么那刚才我呢就是一句话啊，就是梦，祝大家呢有这个想法的，就是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很有意思的今年。所以啊，我就看着时间，咦，现在是11点05分了哈，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是新年的钟声呢，就是当当当啊，倒数是吧？3、2、1 ，OK， 然后呢就是烟花典礼。很遗憾的事情呢，就是今天洛杉矶这边呢就是下雨，大家没有听见外面的声音啪啦啪啦响。那么今天呢大概是小雨，到现在呢那外面呢可能是下了比较大一点啊。那么那个烟花这个就没有了啊。那么往年呢要是不下雨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听到那些墨西哥人啊，就是自家的放一些烟花，就放我们中国制造的烟花，哎，多么自豪，放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很自豪。烟花都是在美国，这些烟花这些东西哈，都是我们中国那边的制造出来。我们所有现在我们在美国的这些日常用品啊，
都是我们中国制造啊，所以作为中国人也比较自豪啊。那么很多大陆人不以为然，哎呀，真是中国这么样那样怎么样，还有这个这样啊不如意啊，生活又没有海外那么好，海外的月亮很圆呢，是。其实这个东西呢，啊，其实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也是一句话吧，就是大家是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这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真的是有目共睹了，啊，可能很多年轻的啊人呢，可能就是觉得呢，现在。在国内啊怎么还是经济方面呢，啊，都不怎么样，但是你要经历过那些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那就体会，哎呦，这是国内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大变化。所以我们国内呢，现在已经第二大经济体嘛，中国的发展对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呢是有底气的嘛？为什么我们能够挺直腰杆呢，啊？就是因为我们有祖国的强大的后盾。啊，也许有人说：“哎呀，你这个说这个话，那现在中国现在都那个疫情啊，现在经济很差，这个差那个差了哈，什么什么的。”但是你不得。不相信，你看我打个比喻，你像李小龙大家都知道吧哈，中国的功夫王哈，其实他是在美国出生的，按道理是美国的啊，美国人嘛哈，但是他香港啊，也算是我们中国人嘛，中国人，中国的华人嘛。你看那时候他们你看到李小龙那些什么那些电影哈，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那是很一贫如洗的时候啊，他们在海外，在西雅图那边啊，那些怎么被人看不瞧不起啊？当年的中国人啊，就是还说他是有鞭子的呢，就是清朝那条鞭的哈，鞭子啊，那个长头发的那个鞭子啊。那当时的中国人说，真的是。比不上啊，一个就是说当年的中国啊，这是一穷二白了啊。所以我们以前那个周总理他说嘛啊，穷国没外交嘛，穷国没有外交啊，你虽然那个国土很大，但是你很穷的时候啊，是没有全世界身边能够正眼瞧一瞧的啊。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嘛，啊，你看为什么美国啊针对中国啊，我们中国有句话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辞啊，哎，普通话是不是这样说？就说要说你怎么偷这个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个东西那样的，偷我们的技术上的东西，其实这东西。在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有这种问题，日本当年不就是学了很多欧洲那边的技术，偷了很多美国的技术啊？那美国也不是一样，也不是偷了以前欧洲的那技术啊，都是这样的了啊。那发展起来呢，当然要保护了，是吧？做学徒肯定要偷师的嘛。那我们中国人不是说一句话吗哈，你到厨房去，人家的炒菜师傅你在旁边啊，人家师傅就不给你学，那你就在旁边去看啊，慢慢的偷点东西，偷点技术嘛，那不是自己就行了嘛，啊，这个都是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啊。所以那为什么现在中国那现在为什么美国这么就是说要对中国很多很多的就是要那个高新产品为什么就不出口给中国呢哈，就是怕了嘛，有点怕了。为什么要怕？因为中国现在变成老二了嘛，老二很容易追上去嘛啊。
所以他怕的原因就是现在中国不是就是强大了吗？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很显而易见的道理啊。哎，当然呢，在国内贫富差距很大，这个很承认。那么美国没有吗？美国没有贫富悬殊吗？全世界啊。那我曾经去过欧洲旅游嘛，日本旅游、韩国旅游啊，那么去那个地方，那也不一样有那个贫富悬殊，也一样有流浪汉啊，啊，都是一样的啦。啊，那日本呢？那日本也不，日本算是一个发达国家了嘛，福利比较好了嘛，那还不是一样有穷人吃得上饭的啊？那吃不上饭呢，怨谁呢？啊，你这个东西啊，都是竞争嘛，竞争啊，那么总是有富有穷的，这个都是规律。你要大家都富了，那谁去干活呢？美国也一样啊，美国是吧？美国哇，个个都当老板了，那谁去跟你打工啊，是吧？那总得有富有穷的嘛，啊。那么也许国内的一些人呢，看海外哈，啊，或者没有出过国的哈，啊，就是靠这个翻墙啊软件去看哦。哎呦，人家有小车，哎呦，人家住洋房哈，啊，哎呦，怎么生活怎么样？哎呦，那美金啊变成人民币了很多很多了，啊，也听很多海外的一些就是亲戚啊说，哎呦，那在美国那么挣大钱啊，这样啊，反正一句话，其实呢，你在哪里挣钱，你是在哪里花，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嗯，当然，美国来说呢，当然它是发达的国家了哈，啊，当然跟发展中国家那个是一定有差距的啊，差了几十年是会有的哈。啊，但是不管他发达国家怎么样，都还是有流浪汉，还是有穷人，啊，那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哈，所以其实我十年前来到这个陌生的土地上，哎，我本来没来之前也是这样想啊，发达国家怎么厉害的哈，一来这里，哎，那一下子，哎，就感觉到其实，其实还是，哎，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嗯，还是有穷人的嘛，啊，当然呢，这里他呢，就是，那个物质方面呢，还是不错的哈，啊，因为他美金嘛哈，啊，不管怎么样，你在美国，比如你在国内，你是10000块人民币的话，其实呢，变成了美金1000多块钱的，啊，现在这美金。现在虽然是现在这个在美国来说呢，这个，哎，这个什么工资呢也是4000-5000块钱，那么我算它是4000块钱嘛，哎，四七就2万多哈，哎，但是这里它的花销也挺大的哈，当然它生活还是那个，就按我在广州这个对比来说呢，那么这里的穷人来说呢，那么他可能相对来说就是物质啊方面呢，就是有一点保障啊，有点保障啊，就是这样啊，他也有这样有一些差距啊。但是我们国内现在也是，比如我在广东市嘛，广东省啊那边呢，算是一个富裕一点的地方啊。那么好像西北那边呢，那个地方就是省与省那个差距啊就是比如是北方一些西边一些靠近那个什么一些地区啊，就是地区之间也有一些差距，有经济发达的省份，有不发达的省份啊，这个都有，就有。像在美国来说呢，加州那就富可敌国了，就加州这边啊，在美国来说，加州来说呢，就是富可敌国，比其他的州呢都算有钱
但是这里也物价也贵啊，那么租个房子也贵啊。你看我租个房子在这里要500块钱了，那要是在外租的话200-300块钱租一个大房子了、就是这回事、我今天晚上就闲聊啊，就是今年2022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11:15的时候跟大家闲聊啊，所以既然是闲聊的话呢，好，就是无所不谈啊。我也想呢，平时呢多点更新这个频道，但是因为毕竟你要分享的东西呢，要有点意思吧，哈，就是说什么，那么你看，就像在这段时间哈，不是我也看视频的哈，有一些的是说中国那个防疫那个动态清零哈，动态清零的话，那这边的一些人呢就讲了，就是中国的动态清零啊，怎么样啊，那个护照啊，把它没收了，你出国了还要把那个护照给撕了哈，肯定是中国会那个闭关锁国啊，什么将来啊，就是按照这样。其实呢，就是说，一定会什么什么的，闭关锁国的啊。我当时我就听这些，我绝对不相信这东西，是吧？为什么不相信啊？不可能的事情嘛，没有回头路的啊。我们中国开放了，打开那个门了，怎么会回头呢？啊，这个是扯淡，所以不相信啊，根本。但为什么一些视频博主要说这些话呢？哎，还不是挣这口饭吃吗？混这口饭吃吗？啊，拍视频，他把全部的，就是把这个拍视频当成了职业。那么职业，那你不更新视频，那么吃饭都成问题了啊。那就小题大做了啊，发挥了。哎，我们很可怕了，很可怕了啊！这东西，怎么将来怎么，快点认啊，就是跑出来了哈！再不跑出来，那么真的100%要闭关锁国啊！怂人所听啊，误人子弟啊！所以这东西啊，当然也可以理解嘛，为了混口饭吃，什么都能，全世界都这样了，混口饭吃嘛，你以视频为生活资金的来源的时候，那你就这样，所以竞争激烈啊，做视频这也是竞争特别激烈的事情啊，我当年做这 LV 小 Beta 的时候呢，刚开始做，但是真的。有人做成功，做得很成功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停留在不高不低了。你要想成功的话，当然你就要就是要动点脑筋啊，你要无事生非啊，说黑的变成白。你得有这个本事啊，把黑的说成白啊，也不叫做本事吧，就是颠倒黑白啊，不脸红的，那么你就能够挣口饭吃了哈。像我们这些呢，一般呢，我做视频的宗旨呢，就是说我是凭自己的感觉啊，去跟大家聊天。并不是也是说要靠这个拍视频来混口饭吃啊，这个只是一个爱好，还有呢就是把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一些生活分享啊，能够分享出来啊，还有呢就是自己开卡车啊，曾经一段时间我不是说开卡车哈，那些视频啊也去拍了啊，然后呢，也我们是怎么这广东人嘛，我们广东人啊，怎么去喝茶的啊，怎么在家里的哈，怎么是什么什么的啊，
就这样啊。所以大部分我们到，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到过家庭旅馆去生活过嘛，也去过环街那边看，就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呢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你看我们国内不是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嘛，很多人到大城市里去挣钱。那么像很多人那么说来美国的，其实呢也是不就是想就是一样的，就等于是我们国内去大城市去生活而已啊，就这样啊。全世界流动，人口流动呢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个，所以呢，他们说当年的中国什么闭关锁，就是这个都是这个都是为了忽悠的。那么现在呢，现在一下子开放了哈，就开放那个清零哈，已经什么了哈，那我们的中国速度也突然之间改变了。既然奥密克戎这个病毒，是像感冒一样的哈，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很多朋友都染上了嘛，没事了哈。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速度在这个决策上，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慢解决不如快解决，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都是讲求速度的嘛啊。所以是这样的啊，慢吞吞的那不叫中国人的性格啊，是我们中国每个人办事情都想快啊，所以一个总体，一个人跟国家跟家庭都是差不多，一定是有群众基础的嘛，大家都一想啊，都这样去干。那么现在很多，你不是海外的一些人呢，说哎呀这。老师你动态清零封了啊，封了国门啊，也有意见，现在开了那么也有意见，那为什么他要有意见？他不是说有意见你还不是混口饭吃吗啊，混饭吃啊。所以我现在一打开那些视频，哎呦，都是现在怎么恐怖啊，国内怎么恐怖啊，这个人啊怎么怎么的啊，那个这个羊啊，在国内羊啊，到那个医院啊，怎么怎么的，哎呀，什么，火葬场啊，怎么怎么，那么，那当年美国没有啊，当年美国更乱啊，是吧？一样的嘛，美国不是当时一发作起来，那医院，你能进去吗？是吧？很多重症病人呢、啊，你都进不去啊，是吧？很多人打电话去。911啊，去啊，办急诊啊，都没有那个医院的床位，那不是在家里躺着了，躺平了，是吧？都是一样的，全世界大同，哈，不过呢，就说我刚才不是说嘛，啊，混口饭吃。这么发现的，也许他们把这个视频当成是一个收入来源呢，当然他们呢就会比较，就是，他们会看一些资料，就是说在做视频的时候呢，他看了海量的资料嘛，这里看那里看那里看了，看了就是自己做一个分析点评。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也是娱乐大众啊，那么多姿多彩了啊，就是哈、所以百花齐放啊，这也是一样哦。那么像我们这些呢，就是比较业余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去为了拍视频，去拍视频，啊，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或者其他的事要去办啊，所以
你看很多在我留言那里啊，说谈一谈美国这些什么养老金之类东西，这个其实我要去做的话，要拍这个视频的话，我在网上一搜索，我搜索哎这里怎么怎么的，然后不就看了两篇，然后在这里就是顺口开河嘛，反正也不用负什么责任的，因为讲这些不用负什么责任，爱听不听啊，喜欢听就听嘛，不喜欢听就拉倒嘛，又没有责任的嘛。那么所以有时候那你说的对还是错呢啊，虽然是不用负责任，但是这个东西啊，你是不是就也是在网上啊看了之后啊，就是有这么个一个信息的，就马上跟大家啊在这里就是聊聊啊，然后就我的钱包就多了钱是吧啊，虽然也能挣钱啊，挣的不多，但是总得也挣呢 啊。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就是既然有一些，因为有些资料我们也不想说就是说一些政治上的话题，敏感的话题我们基本上是不会说，因为我们毕竟要回国的嘛，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在网络上呢，就是你要说一些跟国内对着干的事情呢，那么你就比较火了，人气比较火。那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也是爱国的啊，很多人都贴标签嘛，什么小粉红大粉红什么什么事情，不管什么粉红不粉红啊，我们是中国人啊，爹娘在不好都还是自己的爹娘生的嘛，我们土生土长在那片土地上是吧，哎，都是一样。嗯，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啊，永远是中国人的啊，不管大家认不认同啊，反正是我个人来说，我是很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那么全世界有烟火的地方就一定有我们中国人嘛啊，你看中国这就是这样。以前呢不是说那些欧美国家那边那些人呢哈不是去就比如哈这个欧洲这片土地本来不是欧洲人的地盘啊，是这边的那些土著人呢，就是印第安人嘛，那不他们不是来这里啊发现了新大陆嘛，哥白伦来到这里不是搞了一个新的一个什么，然后把它占领了这个什么墨西哥区啊，这个加拿大这片啊，还有澳洲这边啊，他们啊都是等于移民啊。那么我们现在中国了是吧，移民也是正常的啊，移民出去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带出去啊，全世界啊也有我们一席之地啊。所以说出国移民啊也是爱国的啊，不是说不爱国啊，不要极端啊，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是我们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所以那我就是说我们就是有人说既然你这么爱国，你为什么要出国，为什么要到美国去生活啊，我刚才不是讲过吗，移民也是一样是爱国的啊。你看无论我们国家在什么以前抗日时期也好，在上个世纪那时候啊什么好，那不是海外的那些华侨华人呢，他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还不是啊，就是回到自己的母国去战斗嘛啊，当年不就这样吗啊。所以说出国移民啊也是爱国的啊，我就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感到中国人真的很自豪，因为我们中国的速度太快了嘛，
这为什么中国速度这么快？就是与人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人勤奋勤劳嘛，啊，哎，吃得了亏啊，吃亏都没问题。那么来美国这边，他肯干的话，他肯干啊，那些老外不肯干的话，我们中国人都去干了。那当然啊，就是有收获了，所以华人啊就没有不至于说流浪啊，除非精神有问题或者真的是身体出了问题啊，才会需要政府的帮助啊，其他都是有能力啊，都是靠自己双手啊。那我们华人啊，这个就是优良的传统啊，所以也是这样啊。喝杯水先，我再看看时间先。哎呦，11:30了，还有半个小时啊！2023年到了，是还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今天晚上呢，就是更新这个视频呢，就觉得呢意义很大了啊，真的意义很大。所以我现在也觉得，哎，在这个2022年到2023年这么一个小时内啊，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呢闲聊，哎呀，真的是一种开心嘛，啊，那么也是谢谢大家呢，有看我的视频的人呢，我也很非常的。谢谢你一直支持我这个阿威小比特啊，有一些留言呢说已经看了我很多年了哈，在这里谢谢，真的谢谢哈。我这个频道呢肯定会一直更新到100年啊，无论它的更新的速度是快与慢，也许是有时候更新是一个月，或者一天一更啊，或者一天都跟啊，没问题。反正呢，就是就是100年啊，也许我也慢慢变老，也许大家看我的也是一样，随着我们国内有这么一首歌，就是慢慢变老。说说笑哈，今年的新年呢，应该是一种快乐的日子，叫祝福大家了哈。反正刚刚我说的哈，都是我个人的那个想法啊，不代表大家认同我刚才所说的，是吧？就这样，因为每个人呢哈，都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人生观，所以呢，哪怕我现在开这个频道，那么我要讲什么内容，是讲什么思想的话，都是按照自己原装原味的一个事情来去跟大家闲聊哈，没有一样的一种想法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也是很开心的事情，那么啊，现在也讲了这么多，差不多这就半个小时了哈，那么下次更新呢，那么就是2023年了啊，谢谢大家哈，有什么补充？我看看刚才说了就是闲聊嘛，有什么漏洞，还有什么说什么啊？反正我现在拍视频一般我都不去写提纲的了哈。就是闲聊嘛，闲聊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啊，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时事点评啊，就是一种闲聊。那么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还有呢，就是新年快乐，耶！